新竹县 U-Bike 共计有1180辆，骑乘突破170万人次。竹北市公所去年花费了8000万，增加390辆电辅车。目前东西区45个站点都已经建置完成，民众可以骑到新月沙湾欣赏海景，也能够沿着竹22线享受田野风光。悠游卡一刷或者手机扫码就能骑，新竹县 U-Bike 使用人次已突破170万。竹北市公所更花费8000万，增加390辆电辅车，已经全数建置完成。竹北市公所编列了8000万，要来投入 U-Bike 2.01 电辅车，还有设站站点的扩充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45站，还有390辆的电辅车已经全数建置完成。大家都知道新月沙湾呢，名闻遐迩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把这个水月公园啊，跟新月沙湾共同连成一线。那希望以这个双月故事，来让我们的西区景色，让所有的民众可以尽收眼底。去年5月开始增站点，升级电辅车，4梯次建置顺利结束。其中东区都会增加27站，西区设置18站，能串联学校、景点、车站以及医院等，让民众通勤、观光、运动都便利。市公所大推观光，特地在东海一街增置竹22站点，民众能沿着竹北6家骑到琼林律师、长阳阡陌良田，欣赏田野景色。我们竹22哦，尤其是在假日还有午后的时候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哦，会徜徉在这个阡陌的良田里面，因为这里景色非常的优美，所以我们特别呢新增了竹22站点，是在东海一街这个部分。总计包含竹北97站、竹东18站、湖口18站和新丰14站，全线共有1180辆 U-Bike。市公所未来也将持续扩充站，让绿色交通更便利。